尤其出来进去的各位啊，嗯，戴好口罩，嗯，穿好了棉服，对，注意保暖。是，老话说得好，嗯，保暖思淫欲。哎，这不，这不能连着说，就得注意保暖。您听我今儿说话这嗓子多多少少的有点损失，哦，有点哑。对呀，你前儿个大前儿个，我就在这剧场，嗯，唱了两天的戏。对，有两天戏，后台所有演员都戴一口罩，就站这儿，咔咔咔咔。哎呦。我还想挺好啊，你都挺自觉，都戴着口罩。是啊，后来一上台，他们把口罩都摘了。那当然了啊，昨天就觉着浑身发冷，有点咳嗽，受传染啊。到今儿算是好多了，哦，今儿还好多了啊。有鼻音重，哎，谢谢各位吧。嗯，咱们这个活动叫钢丝节，哎，这是大庆典啊。这一说也十好几年了，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何德何能啊？哎，您各位这么捧我们，嗯，这都是您爱我们啊。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感恩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没有什么能耐，没什么能耐，嗯，就是会说相声。哎，有的时候说的还未必好，是好在有谦哥陪着我。哦，不敢当不敢当。你看您又客气了啊，过奖。我们哥俩这是半辈子的交情啊，交情是好啊，嗯，在后台一看谦哥这状态，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呢？他都不烫头了。哎，这不瞒您说，要是不烫哪能这么蓬松啊？烫了。我小的时候认识他那会儿啊，那个那一脑袋那个，那就那大卷毛呢，好看着呢啊！卷毛干嘛？这后来真是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对，这不能逞强。你这个玩意儿，嗯，我们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嗯，我要先谢谢谦哥。嗯，您过奖，真的说相声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吗？台上一分钟，台下六十秒。对，嗨，全一样啊！六十秒像话吗？一块儿走过来，就这小半辈子，您对我的帮助是非常的大。您这是。严重了，严重。现如今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真算是感恩一切。是啊，嗯，我也五十多了，你看看，他比我大四岁。你看我五十四吗？啊，大四岁。嗯，人怎么还会老呢？你这不是自然规律吗？啊，原来那个小脸蛋可平整了啊，那胶原蛋白。哎呦，你还嫩着呢，那会儿是是是，年轻嘛。你看现在这一脸的褶子。啊，有皱纹了，就是我看他在后台刮胡子的时候，眼泪都快下来了。刮胡子，您男生脸这个呀，不至于这样，都耷拉下来了啊！我说我得给想个办法，嗯，因为看他刮胡子很难受，是啊，嗯，我正好咱有朋友是干这的，哦，什么朋友啊？我有一哥们儿啊，原来是发廊小姐。哦，你先等一会儿，你先别往下说了。怎么了，哥们儿？怎么还能是发廊小姐呢？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哥们儿啊？那是可以啊。他能不能在发廊工作？哎，没问题。他的名字叫小杰。叫小杰？你以为呢？啊，我也以为叫小杰呢。对，就这么说吧。啊，小杰，哎呦，小杰很厉害。怎么厉害？这孩子，你说烫头啊，啊，什么刮个脸呢？哦，做个造型啊，是什么都好啊，有手艺。我老觉得这孩子家里有背景。哟，有什么背景？他要是犯点什么事儿，有关部门都不拘留他。哎呦，这是因为什么呀？不拘小节吗？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不是这么解释。小杰，来，这是于老师啊，看看于老师这脸有办法吗？啊，给我处理过来看看。哎呦，于老师这脸耷拉的很厉害啊。是是是，嗯，别这么瞪呢，不会吧？没有这样的。打包里边拿出俩核桃来。拿核桃，于老张嘴，啊，给于老搁嘴里边啊。哦，这就鼓着了，真聪明啊、嗯！一下腮帮子鼓起来了。对，这拿着刀，刺儿刺儿刺儿，没皱纹，好剃。对啊，嗯，于老也高兴，是吗？哼，我还捧人家呢。哦、嗯，好，是吧？这要是一不留神咽下去怎么办呢？你还真有这个风险。小杰也乐了啊，没事儿。是吗？要是万一咽下去了啊，您就跟那些人一样，怎么办？过几天给我送来。哦，等会儿，你先等一会儿。这个，我这个之前是谁送来的呀？这是，
这怎么那么恶心呢？于老师也愣了啊，是，嗯，我这个过几天给你送俩。哎，这全是送来的呀，希望您年轻啊。那我谢谢您，真的啊，我也希望我们这份交情是旁人不可理解的。那倒是，真的啊、嗯、天下人交情有多少种，我觉得咱们哥俩这个嗯就是新换新的交情。哎，那是亲哥们一样，是不是啊？对，有人说了，说这个俩人没交情，顶多是个点头之交啊。您一听就知道，点头之交就不算什么来往。什么叫点头之交？我给你举个例子，您说说。比如说啊，啊，举例子反正是假的呀，啊，当然举例子肯定是假的嘛，举例子是假的，嗯、是假的，啊，是假的。比如说，嗯，郭德纲，嗯，在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哦、这是假的吗？这个听着不像啊。啊，举例子啊，您说，我走到街上，对过来了一个说相声的同行，哦，看见我了，嗯，他就愣了，哦，这位怎么那么猥琐呀？这个郭德纲是，我跟他打招呼不打招呼，这还犹豫什么呀？我要是跟他打招呼，让同行们知道，他们会去举报我的。我这人缘真不是很好哈、啊，不打招呼，万一有一天我要求到他怎么办呢？想的还真多。思来想去，决定点一个头。怎么点头啊？干！哎呦呵，好，解着恨的点头，就叫点头之交。这实不怎么样。那您一听，这交情不怎么地。哎，就这样。但有了交情，您一听，哎呦，这很棒。什么呀？您比如说这俩人，啊，忘年之交。哎呦，什么叫忘年之交啊？忘记年龄的交往，这可就深了。比如说咱哥俩。哦，还举例子，比如说郭德纲，我，嗯，我今年60岁，哦，比现在大十岁，岁数大了，嗯，您比我大4岁呀、啊，那我就是64，应该的啊、嗯嗯，您有一个女儿，哦，貌似天仙，就是长得漂亮，哎呦，身材、相貌、气质，嗯，一等一的人才，好看呐、啊，这个闺女就爱上我了，爱上你了，我说这可不行，孩子，那当然，不不行。您得说一说，我跟你父亲关系很好，这就对了。我跟你母亲也很好，这就别提了，这就别提了。但是他呀，我就是喜欢你，非得这样。思来想去，嗯，我们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哦，追求真爱，我们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你先等会儿吧，哎，流氓就说流氓就行了，您这什么话这叫啊？那可不是吗？这叫什么呀？您说，忘年之交，您这。不叫忘年之交，真正的好交情是什么呀？您说，您记住了啊，生死之交，哦，过命的交情，俩人为了交情是可以把命搭在里头。这个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哦，还是，比如说于老师，还是我，您不是今天的于谦了，那我是，您是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嘿，就我在这个位置上，哎，厉害了啊！艺术家从小就喜欢传统艺术哦。您和相声前辈侯宝林、马三立、刘宝瑞这些人呢，啊，你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我有什么可艺术家的？但是你在东北，你扭过秧歌、啊，你在河北省跑过旱船哦，在天津郊区你还踩过高跷，你这都不挨着呀，这反正这些个给您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我就喜欢。对，突然间有一天来消息了。什么消息？北京要成立中国相声总团，跟我有关系吗？你决定去报名，我要参加，要为中国的相声事业做奋斗。你看我这有这理想。来消息的时候正是深秋，就是快到冬天了。哎呀，深秋时节，嗯，这会儿您正忙呢。我干什么呢？您正在敦煌。我在敦煌干什么呢？棉花采摘。棉花采摘我也管。对。这儿忙完之后呢，你得去广西南宁、嗯、上那儿去摘苹果。哦，这也行。然后是湖南那儿晚稻收割，收粮食我也行。江苏扬州，嗯，帮人家采藕，是蔬菜。东北五的莲池，嗯，收土豆跟黄豆。不是全国的农活都我一人干的啊？就是您会的太多了，手艺全。收到消息的时候，您正在河北省的石家庄。我在石家庄干什么呢？哎，秋冬季的白菜刚出苗，
我还得给人建苗去啊。于是您决定要到北京报考中国相声总团。那我得去北京啊。您得去啊。是啊，打石家庄出来您就来到北京。到了吗？到哪儿了呢？北京最南边这个地名是大兴。哎，大兴是北京的锦南端。您已经到了大兴。哦，已经到北京了。那就好，往北再走一点儿，您就进了北京城了。市中心吗？但是走不了了。怎么呢？大兴这儿挖沟。我这么大一事儿，沟也挡不住。这个沟啊，宽10公里啊，长200公里，深7000米。我让通天河给我挡着了，还不这闹妖精不闹啊？在这儿，您站在这儿眼泪哗哗的，那是过不去了。我把这么些农活都推了啊，现如今我要报考中国相声总团，这多大损失！我怎么就过不去呢？对呀，这一哭，村长出来了。这村长干嘛？村长开着车，您干嘛呀？对呀，把事儿一说，说不要紧的，怎么办？上车，我把你带过去。嘿，他带我过去，还是有好人吧？那就太好了。上车，开车走进北京。哦，说您在这儿下车，这是我还得有事儿要做，我不能送您到地儿啊。过了沟就行，您自己往北去就好了。嗯，没问题。村长走了，您就顺着北走，往北走吧。下车这地儿呢，是北京的昌平。北京的昌平是北京的最北边了，这个对，你们成功的绕过了北京。我死在村长手里头了，合着顺着北往前走呗。啊，昌平啊，怀柔啊，密云啊，延庆啊，张家口啊，嚯，终于您就来到了五台山。我都到山西了。多年之后有人问过于老师，说这个那年走错路对您的艺术之路有什么影响吗？我说了吗？于老师云淡风轻啊。我什么呀？贫僧我就出家了。我至于这么有气性吗？我您在五台山又种了3年的油麦。好，上那儿耍手艺去。于是您就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您说这话都不可信。怎么？我这干了多半辈子的农活，我怎么从五台山摇身一变我就艺术家了？我说你是艺术家，你就说好的。那不像话呀！我得怎么，我也得学习呀，转变呀，提高啊！你这哎，你有点不懂事儿。怎么不懂事儿？我说你是艺术家，你说是，这就得了。凭什么？你要非这么较真儿的话，那很多艺术家根本就解释不清。哎，你这个我竟无言以对啊。我们当然会给您找一些借口的。您最好说点借口。为什么一个人他成为了艺术家呢？那就有原因啊。是因为您在道德方面有很大的提高。道德方面。哎，你看这好不好？啊，您这个理由非常棒。怎么比如说啊，您扶着老太太过马路。扶老太太过马路不是也就一件事吗？扶老太太一天过马路700多回。我啊，哪儿找这么些老太太去啊？你就可着一个老太太扶就行。嚯，我就一个老太太，我在马路上带人700多回啊，来回走啊。啊，你也积德了，老太太呢步数也够了。哎嗨，我这帮老太太锻炼来了，对吧？啊，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老大爷找不着儿子了。老大爷坐马里边抽烟呢。哦，你过来了。嗯，老大爷，您儿子呢？是啊，我儿子上班去了。哦，不要难过。嗯，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凭什么呀？谁难过了？人儿子上班了，人还下班呢。你再找下一个老大爷。哎嗨，对不对啊？我这缺爸爸合着。你还帮助渔民打水。我又不懂了，这玩意儿渔民人守着水呢，用我这个船在海上飘着。是啊，渔民正工作了啊，你在岸边拿盆打点水。哦，要水吗？什么乱七八糟。哎呀，你还帮助农民伯伯喊加油。这怎么喊呢？这农民那儿种地了，你站道边、加油加油。哎呀，反类似这种事情您干了很多。那管什么用啊？于是您就成为一个德德双馨的演员。怎么德德双馨？虽说没有艺，一身都是德。哦，德好。哎呀，这个艺术家一身都是德。那行，谁见您都很客气。说什么？得哎嗨，我这都轰走了。这于是您就成为一个出色的
相声表演艺术家。什么就行吧，您说艺术家就艺术家。这一天您已经70多岁高龄了。哟，这艺术家日子还真好混，这得70多。每天准时演出。好好好。每天下午2点是您准时出现在天津德云社对过的马路牙子上。马路牙子上？对对，你就得在马路上便道上说相声。不是，我说咱们天津德云社对面的马路牙子上竟是咱们的粉丝朋友。对，因为你以前从事过农业工作，是，所以你这种演员看不了有屋顶子的地方。对，起不了光合作用。对对对对对，这个瞒不了专业人士啊。是是是，每天跟街上说，就您那个粉丝爱您爱的都不行了，喜欢我，又围着您呢，给这6个人乐的呀。啊，就6个人呐。这里边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的，就我就别占人这指标了。又给您扔钱呢。哦，有钱。又哗楞楞，哗楞楞，哗当当当当，就钢镚啊，全是，都是零钱。有整捆的，是吗？一捆一捆的。哦，上面都有玉皇大帝。哎呀，搁您脚底点着了，于老师拿钱来吧。哎，好，给我烧冥币呀、啊，这是。这天正演着呢，啊，人群外边进来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啊，这个于老师，我喜欢您的相声。哦，我是一个华侨。哎呦，啊，我常年在国外住。您在哪儿？在赞比亚。赞比亚远点吧。赞比亚是非洲中南部地区的这么一个地方。哦，啊，这个地儿呢有几样特产。什么特产？第一，它出铜。哦，有矿，金银铜铁的铜。是是，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那就保有量不低呢。而且它这个地方出好木头。什么木头？你看什么？你们玩手串那个硬木啊，那个紫檀什么的。哦，那真是好木头，好木头。他出这个，是是是。当地的美食是恩西玛。什么叫恩西玛？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知道吗？知道，干半辈子农活了，这玉米我才不知道呢。知道，玉米太知道了。嗯，玉米成熟之后，它那个颗粒，哎，这老玉米豆啊。把它磨成了粉状，半分面哎，加上水熬熟了，恩西玛，就产半个面粥啊那。这趟演出要是请您去，您可发了财了。我得盘着手串，戴着铜帽子，扎在盆里边喝恩西玛。好家伙，我什么模样？我人一说请您，您就痛快的答应了。我应该答应。于是决定要去赞比亚。出国演出嘛，跟观众们说，等我些日子啊，我要是能活着回来，还能见你们。好，我非死那儿不可，是怎么？奔北京啊，到北京，到这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您这越说越不像话了。怎么了？我要坐长途车去赞比亚？不是，你呀、啊、是问了一下机票啊，但是机票太贵了。那啊，你想这怎么办呢？是，又一扫听呢，坐船是可以的。船队啊，船只要过了太平洋，不就是非洲吗？对，对吧？嗯。于是您就算了算，天津港有船走。那倒是。哎，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嗯、上了长途车到天津港，这思路是对的。哦呦，到天津港心里高兴了。对啊，马上就有船可以走了。马上就走啊。嗯。可是，一问这个船票也不便宜，哦，也贵。您又想了一个办法。我呢，找一根绳子。找绳子干嘛？这头拴在腰上。那头那头拴在船上。嗯，只要他开就得带着我。哎，这他倒是落不下我。那是，还准备了很多榨菜和咸鸭蛋。我准备这玩意儿干嘛？哎呦，这个东西跟恩西玛绝配。哎，对，我想的太周到了吧。我一切准备好，拴好了绳子，捆在腰上啊，您就下了海了。我等着开船。哎，在水里泡着。哟，您就是忘了问这船什么时候开了。什么时候开、啊、这个船刚来啊，需要调整之后再走。得多长时间？得1个月。我下去早了吧。我在水里泡着，已经下来了，就别上去了吧、啊、费事啊。哎，泡了几天，突然间想起件事来。什么事儿？哎呀，我也是糊涂。嗯，那你说这事闹的怎么？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骂街。骂街？我从那儿到天津港是不是就比六里桥长途车站来得快一些？欠考虑了，还多花了60块钱车钱。嗯，你瞧，等着吧。啊，日子也快。哦，一晃30天就到。那是一晃的事儿吗、嗯？码头上我就来了。您来干什么呢？生死之交是咱哥俩的事儿啊。哦，我得露面啊。您得出现。我在码头上有一个小生意。您谈什么买卖呀？我买了点那个游轮。哎，买了点儿游轮呐。买了40艘游轮。您先等一会儿。你说，我琢磨琢磨。好的，我这儿买不起飞机票，在海里泡了1个月，
您买了40艘游轮呐？就是那个70层楼高的小游轮。哎，好家伙，您管那叫小游轮？我带着我儿子上这来接着游轮来的。您带的哪位少爷？郭麒麟拍戏就不在家，带着我们老二。带着郭汾阳来了。哦，小的啊，到这我跟人交涉说事儿，是要不说这个小孩他就是讨厌。怎么呢？他要撒尿。小孩哪保得住呢？码头上哪有洗手间呢？那不，小孩也不用，就是他左看右看没事儿，嗯，他就站在岸边往海里边尿是可以的。他就忘了呀。怎么呢？海里边还有一个艺术家呢。对，我等他一个月了啊。哗、啊、一尿，嗯，正好在于老师头上边。是吗？哎呦，别，我告诉他一声。嘿，喊啊，哎啊，哎，嗯，哎，我咽了、哎、你看，好家伙，给孩子还吓一跳呢。是吗？海怪。哎，什么海怪？喝尿怪。没听说过有这怪吗？我赶紧过来。哎呦、啊、于老师，你瞧，认出来了吗？于老师啊，啊，又怎么在这儿泡着了啊？您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啊？哪有那功夫啊，我这洗海澡呢，我这、哦、啊，赶紧借个抄子吧，借抄子给艺术家捞上来吧。这都什么艺术家呀？捞上来一问怎么回事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您怎么难过？哎呦，于老师您不至于了。嗯，为了省机票您这是干嘛呀？啊、哦、给他买机票去。谁呀、啊、我让人给您买机票。您给我买机票？那是啊、哦、买头等舱最好的啊，我给花钱。哎呀，送于老师到机场。你看于老师坐在头等舱。是是是，飞机关门，嗯，起飞，哎，奔坦桑尼亚。哦，不对吧？怎么了？不是应该奔赞比亚吗？我怎么去坦桑尼亚了？这就是老艺术家的聪慧。我机灵在什么地方呢？跟谁都不能说实话。哦，全瞎话。哎呀，那我这瞎话编的也有这道理啊。万一跟郭德纲说实话，他去赞比亚怎么办？对不对？艺术家的经商之路就是，哪怕我不去，我也把他毁了，不能落你手里、哎、干嘛这恩戏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这、哎、什么思路这是？坐在头等舱于老师高兴啊。哈哈哈哈，我这是干嘛呢？腰里拴着绳子还没解开呢。这回太开心了。哦，郭德纲上我的当了。是是，他给我买了头等舱。那是，我还是善良了。我还善良呢。我应该跟他说买两张。这干嘛？就说俩人去呀、啊、哦，然后我退一张。退一张？我还是单纯了。哎呀、啊、那也不行。我在海里边泡了30天。对，他在岸边接船。是，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这叫什么仇啊？回来之后找自媒体，找黑粉骂他。嗯，这能骂什么呀？我就说那天上码头上接船去，他没带着郭麒麟，肯定对大儿子不好。嗯，这个年头这、嗯、这种瞎话只要一传，一定有缺心眼的相信。嗯嗯，行行，你就思考当中，于老师飞机缓缓落地。啊，到坦桑尼亚。到坦桑尼亚。哦，哎，往下一走，坦桑尼亚有一个很大的自然景观。什么景观呢？动物大迁徙。对，那儿动物多。您这一下飞机，哟，草原上都是动物啊。是啊，长颈鹿啊，狮子，角马，瞪羚啊。对对对，一望无边的动物全是。动物正准备迁徙呢。嗯，哟啊，艺术家啊，动物都认识我呀。就是动物认识你。好、嗯、我想腕了啊、嗯、动物一提鼻子，动物这玩意儿最灵啊。是吗？提鼻子一闻，哎，这个货没有人味儿啊。是啊，追追我。呜、哦、这些动物追追你跑啊。啊，因为你扭过秧歌，跑过旱船，踩过高跷，我有底子，你不在乎这个跑 啊， 啊，于是你就跑到了赞比亚。哦，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我是赞比亚坦桑尼亚接壤啊，就比邻挨着。嗯，跑到这儿真是太巧了。怎么呢？来到这个地方正是要请您演出的那个部落。那我还跑对了呀。这个这会儿人家这个部落呢正忙着呢。忙什么呢？因为今年呢玉米大丰收。那就是恩心嘛多了啊。人家这会儿呢酋长带着部落村民呢、嗯、正给这玉米神唱赞歌呢。玉米神呢？真神秘。秋月的心上心，柳叶遮满了天。你先等一会儿吧。哎，恩心吗？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这酋长是张云雷是怎么着呢？哪儿就出来这么多味儿？哎，这念完赞歌了啊，说这个德德双馨的老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哦，于老师已经到了。啊，我来了啊！哟，太好了，是欢迎于老师讲一个有品位的相声吧。我想说吧，于老师过来了，把这一辈子的能力都拿出来了。我得卖力气啊！尊敬的酋长，亲爱的村民们，是哎呀，今天来到这里演出，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嗯，我是来自中国的一个伟大的、优秀的、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一个老前辈。呵呵啊，我今天来到这儿，听说一个好消息，你们这里玉米大丰收。对了，这都是在酋长的带领下才有今年这个状况啊！希望大家明年再接再厉。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幽默的相声。嗯，我希望全体村民都是我的父亲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说完之后啊啊，村民们都傻了，没听明白，这是个数目呀。哎嗨，怎么这味儿？您的艺术已经蒙骗不了非洲土著了。哦，他们都明白了啊。酋长一挥手，嗯，捆上他。我捆上大伙儿过来捆您。哟，捆您可方便了。为什么？腰里有绳子。我这绳子老带着，合着捆好了，搁在锅里边，兑上水，放上半口的棒子面，底下续柴火。哎呦，要做肉汤的恩西马，这帮孙子要拿我开荤，你这玩意消息传过来，我眼泪都下来了。啊，您知道了，都不管，我得管你啊，必须的。啊，我要去搭救于老师，一定得救。啊，准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哎，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啊！十八般兵刃拿绳子捆好了，一边捆一边骂街。骂什么呀？就应该把他腰里的绳子留下。哎，好，这绳子比我有用。捆好了，扛在肩上啊，上飞机。是登机口，空姐拦着我。哦，先生，这个不能上飞机。是，好，再见。对，回去了。您就这么一帽就回去了？回来之后，我自个儿琢磨，我还救他就不救？得救啊！已经五天了啊，是不是快熟了？什么？您再不去，我都扒锅了，知道吗？哎，这个词儿一定是在家里做饭的人才能说出来。废话，那是煮着呢。不行。我得救。啊，嗯，不管了，不顾了，不顾了，不管了，管不了了，顾不了了。哎呦，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动人的歌谣。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到底去不去？生死之交说了咱们哥俩，我得管你。管，掏出手机来给酋长打一电话。啊，给他放了吧。我这事儿是你们俩商量好的，这事儿是把于老师接回来，真回来大牌宴宴，我得给您接风掸尘，外带着压惊啊。这对啊，于老师做的上垂手，我端起杯来。啊，师哥，我敬您一杯。谢谢了。于老师接过杯来，说了句话，没把我气死。我说什么呀？我想喝恩西马。我这上瘾了。这个追完就走。这个我们这个今天有个过节的气氛啊。这是我们演出方人家万总给准备的。这上面写着，你们看不见啊，我给你念啊。钢丝节啊，天下钢丝共此时。好，之前钢丝节的时候最后一节目经常是他们拿着这蛋糕就往台下扔啊。啊，我今天跟他们说了，我说不能这么扔啊，因为蛋糕小啊。这还小啊，每次都是烧饼扔，这扔得很好看啊。嗯，待会儿把咱们切点让大伙儿够得着都尝一尝好不好啊。来呀，一到这会儿说这，哎，我介绍一下这钢丝节这事儿啊。因为之前呢每年都有，一般是九月份，但今年九月份因为是在国外演出没赶回来，其实本来今年也是要有的了啊。前几年因为特殊情况啊，也一直就给耽误了。以后咱每年还都得把这，这个准时写起来啊！大伙儿这么喜欢我们，所以这次呢，在中华剧院这儿呢演这么小一周的时间，应该是对啊，六七天，然后就挪到天津德云社里边，还会有几天很特别的演出啊！我建议啊，你们贼着点那个票比这还热闹啊，那得看去啊，那好玩，新鲜，抢不着哈。啊，那活该啊！哎，花，你得抢，你还没抢，开票还没开票了吧？开了，没开，没开，没开呢。啊，没开。我跟他们说了，让后半院开。嗯，对，那好抢。啊，谢谢吧。啊，嗯，一般到这个时候呢，都是有观众喜欢张三，喜欢李四，咱们今儿也不例外啊。嗯，您要喜欢谁，咱就把他叫过来，跟大伙聊一聊。好，我听见了。好，
来，曹鹤阳。别去，你拉着我干嘛？太真实了。这个，哎哎、那个。我们三个有我们仨呀，有这小节目。哎呦，那感情好啊！来吧，就借今天这个场地这个时机，我们仨人祝给大家们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早年快乐，龙年大吉！耶耶耶！那个于老师，您给翻译一下吧啊！这仨说了我没听明白，是赞比亚的话是吗？啊。来什么玩意儿？小黑来，小黑，我们管他叫小黑，是啊，是因为小的时候在后台，他最小，他那会儿来的时候比这桌子高，这有线，天天捧一个大茶杯子。那年多大孩子？13，是他13就吃我一算的，这一晃现在他长大了，今年多大了？今年已经29了。哎呦我的儿，你都30了啊？16年了，很好很好，我很感慨，这孩子又很用功，又走脑子，又懂事，很好啊。哎，这个好多观众都喜欢他啊。这个到这个节骨眼了，你给大伙演个什么吧，好吗？我给您猜个小谜语吧。需要谁配合呀？于老师啊，于老师，你要先道个歉吗？不道，先给您道个歉啊。这个不是你搭档了，不是啊，比他们那个好，有历史故事的成分。明太祖朱元璋啊，去庙里拜佛去，皇上问的呢，皇上问说：“方丈，你看我用磕头吗？”方丈说了3个字，高情商，避免了皇上磕头一场杀戮，就说了3个字。您猜方丈说的是什么？我要有这情商，我不就当皇上了吗？啊，这方丈就说了3个字，就避免了一场杀戮。不知道。方丈说的是，嗯，别别别。这还不如我那个呢。来，你们拜个年吧，来。你看这个节目演的最好，他就是他不尴尬，你知道吗？还不尴尬啊！来，外甥过来，来。这个呢，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王九龙啊。谢谢。嗯，他跟郭麒麟俩人差几天？差半个月？差半年？啊，差半年。行，你回去吧，没事了。哎，好。回来啊！2月的，我8月的啊！对啊！这个小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么高，那会儿胖极了，小的时候啊。这是我外甥啊，然后他姥爷是我舅舅啊，对，我们家是这么一关系。他妈是我妹妹，我一喜欢的比什么都高兴。美了，咱们得多演啊。应该多演啊。你要是不经常上台的话，嗯，观众容易多想。哦，咱们要不经常上台，观众想什么呀？就人家纳闷儿，说老没看见他们是不是出事了啊？哦，就琢磨咱们是不是出事儿？最近没看见高峰，那能出什么事儿？高峰是不是出事了？怎么了？听说高峰出事了。哦，真出事了？高峰去泰国做手术了。哦，听说手术还挺成功。这个怎么个成功法呢？已经在泰国当娘娘了。哦，这太成功了，这个。哎，嗯，孙悦最近也出事儿了。哟，孙悦还能出什么事儿啊？孙悦这个感情方面不太顺利。哦，怎么了？那个高小姐翻脸了。啊，高小姐是？对，然后来了几个取经人呐，给孙悦带走了。哦，那就是唐僧和猴来了呗。郭德纲。没事儿，最近啊，哎，没事儿。于谦出事了，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说的？您这跑过去了？你看说，你就说你出事了，好不好？你看，非说我，您你看这人就没劲了。他出事非得拴上我啊？那您说还不就说全了？就我郭德纲出事了。哎，您说说吧。郭德纲开车掉沟里了。哟，掉沟里了？他买了一辆汽车，嗯，价值3500万，货比邮轮还贵呢。开车，郭德纲咵掉到沟里边了。哎呀，这是于谦正挖沟呢。哎，我还没跑了，合着啪，俩人受伤很严重，车都碎了。哎呦，那真得受伤。来了40多个医生，20多个修车的。哎，修车的凑什么热闹？救人吧。啊，先把我弄上来。哎呦，我的伤势很严重。怎么了？给我贴了2个创可贴。啊，就俩创可贴。大夫说赶紧贴啊，再不贴伤口就愈合了啊，
那就别贴了。剩下这帮人连医生在修车了，下沟里边找啊，找什么呀？这块是于老师吗？这啊，不是，这块是车。哎，好嘛，我跟车搅和在一块儿了。所以说咱们得多演，不能让人家传咱们的闲话。对，别介。有人纳闷说，说这个有人信吗？嗯，嗨，这个玩意儿，嗯，天下人分三种，哦，一种是好人，嗯，心地善良，做事摆得正。一种是坏人，坏人，坏人跟好人之间是互相平衡的。哦，天下都是坏人不像话。是啊，你都是好人，让人欺负。嗯，好人坏人在一起，嗯，互相制衡。哎，你这倒是对的。这是前两种，第三种就是糊涂人。糊涂人怎么了？哎呀，你说什么他都信。哦，全信。那你说什么他都信，天下糊涂人多。嗯、你哪怕说于谦是郭德纲的岳父，一定有人会信。哎呀，对，他俩是，别看差四岁，于谦有一闺女。您是海胆，把刚才那段说一遍是吗？所以说，这你敢说，就会有人信 啊。当然，一般我的谣言都是我自己传。啊，您为什么还自个儿传？别人传的我不放心。哎，对，怕他们传不圆乎，怕他们传的不邪性。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袋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再来一个够吃的吗？不是，您怎么想起说这么一段呢？我就是很感慨，感慨人生的命运。哦，命运俩字儿。咱们有时候老说，哎呀，这就是命运呐。啊，什么叫命？什么叫运？您可以解释一下。你比如咱哥俩，咱俩的命运呢？嗯，就是说相声。啊，就干这个。你不要小看这个命和运这两个字儿。嗯。桌子上放着两碗米饭。嗯。这碗米饭被人吃了，消化之后排泄在厕所。这就是这碗米饭它的命。哦，你就是那个命，你那个命就是人吃完了之后排厕所，就该着这样。那碗米饭没被吃，嗯，没有被排到厕所啊，就是它的运。哦，真走运，没被吃。是，嗯，当然过了些日子它长毛了，把它也得扔厕所，那还是它的命。哦，这都应该的，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人对宇宙的了解最多是5%，真不多。很多事情咱们根本你不知道背后真相是什么。嗯，所以把心搁了当间儿，哎，不要想那些个有的没的，没有意义。暂行好事。这地上有一群蚂蚁，嗯，你找一瓶子，逮一个蚂蚁，装好了，揣身上。您坐飞机奔海南，把它倒在沙滩上，嗯，让这蚂蚁看看大海，看看椰子树，看看这，看看那个，看完了装好了，回来还倒在山东这地上。这个蚂蚁跟那些蚂蚁讲，我今天飞了，我看见海了，我看见椰子，那些蚂蚁就得骂死他。怎么着不信？人的愤怒都是源于未知。哦，这人一直是用鸡毛信跟人弄，把两根鸡毛贴在信上，拿鸡毛信传递信息。嗯，他看见卖手机的他就翻脸了。哦，就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天下是有人抬杠，我没看见的我就不相信，就不存在。不能这样，人要有敬畏之心。哦，你没看见 WiFi， 你能说 WiFi 没有吗？啊，那不对。你看得见声音吗？咱说话这声音你看不见，声音你没看见，你能听见吗？对呀，嗯，你秦始皇你也没见过吧？朱元璋你也没见过吧？啊，康熙你也没见过吧？嗯，你说哪个没有？对不对？嗯，啊，我说我没上你们家去，你没看见就没有吗？这话题转得怎么那么快呀、啊？你就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命运，哎，啊！我说于老师，赶紧走去演出去，8000里地，你就走你的，别回头。你管我干嘛？你是吧？我说让我奔赞比亚了。你还喝恩西玛呢？有朋友跟我聊天啊，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哟，这得问问。四个字儿。叫雅俗共赏。哎，他我们倒经常说这四个字。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
这都是辩证的关系。哎呀，太重要了啊！雅，你说您雅得过昆曲吗？哎，昆曲倒是真雅。来来来，唱一昆曲来。啊，我我哪能唱昆曲？您别闹。这个呀、啊，郭老师前一段时间在咱们济南唱唱戏。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四处的演出啊，都是每到一个地方演出的，这相声演出的前一天，郭老师都是在当地有一场戏曲的一个演出。啊、这个、啊，所以他唱的好。哎，您客气，您客气，于老师很好，于老师很好。因为他从小啊，他看过露天电影。又来了，您这他扭过秧歌，跑过旱船。别提这个了。为什么要说昆曲？您说说。昆曲是天下最雅的东西了。那昆曲是很雅啊，嗯，乾隆四十四年，嗯啊，乾隆四十四年，清朝政府出过告示，嗯，严禁地方戏进北京，是，地方戏演员进北京了、嗯、算犯法，哦，这算犯法，算犯法，哦，当年有一场地方戏叫《魏长生》啊，嗯，进了北京太火了，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昆曲没有观众，嗯，昆曲演员上衙门口告状，嗯，清政府出一告示。啊，地方戏必须改昆曲，不改捆好了轰走，啊、哦，不让进。你看有清政府帮忙，昆曲都没坚持下来。嗯，到乾隆五十五年，乾隆过生日，又给天下的唱戏的，发告示、嗯，欢迎来北京给乾隆皇上过生日。这改的还挺快。这些地方戏进北京团结一块儿，才有的京剧。哦，那天开始打败了昆曲。嚯、哦！你要政府背景，你这昆曲你雅成那个程度，你都没有坚持下来。是雅到极致不风流，哦，太雅不行，嗯，太俗也不行，怎么太俗还不行？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嗯，那我呀，谁看的呢？你们看，我觉得今天来的观众素质有待提高，我跟你们说，所以说呢、啊，得雅俗共赏，怎么能雅俗共赏呢？怎么能这样呢？就是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没听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来不了一个、嗯、来半个也来不了、嗯、还来不了一个你们是把于老喝出去了啊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是是是大饼卷一切万物皆可添覆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谁编的这我跟后台来说相声的孩子们我也说你们努力吧我说努力、啊、对努力之后你会成为相声一哥哎不努力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嗯、对一哥们儿这差远了那就差得太远了啊嗯跟于老师合作这么些年很感慨咱您又感慨什么呢我们这行首先说得是个心理学专家啊我们还要研究心理不要小看说相声的 啊为什么这个站台是卖三千一张票、嗯、那个五毛钱还管饭都没人去为什么嗯你没琢磨透哦，这得琢磨。说相声先得是心理学，研究这个。哎呀，我给您问，举个例子啊。哦，又是例子。有一种食品叫猪大肠，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咱们这儿有名的猪大肠，九转大肠吗？大肠，嗯，之前是装那个的东西。那倒是。啊，那个，嗯嗯，你把它洗干净了，切好了，做熟了，嗯，人间美味，好吃，还挺贵。是对吧？大伙儿爱吃。嗯，你找一个碗，嗯，这个碗你也装一碗那个哦，然后你把碗刷得再干净，嗯，让你拿这碗吃饭，你都不会用。哎，这有道理，是不是？嗯，端一盆水来，嗯，我拿这盆水洗脚，嗯，洗完之后，于老师您洗脸。哎，我呀，他准不干。那是。但是你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可能嫌一个人洗的不够。哎，我呀，我非得集体洗。所以说，说相声你就得动脑子，你得琢磨这个。哦。得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能跟观众沟通。嗯。而且干我们这行，其实最要紧了，你就分析透了吧。嗯。有人力可为的，有人力不可为的。怎么叫可为不可为？哎，人力可为，你去参加相声大赛。嗯，人家说了，哎呀，这一等奖给张三，给李四，还给于谦儿。哦，啊，这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叫人力可为。这怎么就没区别？哎呀，这我拿着个奖，我算着一等奖，我说给谁就给谁，你决定、啊，就这么简单。你包括演员评级啊，对吧？比如于老师，又举例子，于老师是一个嗯影视演员吧？啊，不说相声了，咱省点事儿，省得让人家汇报去啊。
哦，您是一个演电影的演员。好，影视演员。您是一个三级的演员。我是评演员还是评电影？我们这怎么个意思？演员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您现在是四级演员，您希望调一级三级。合着我现在还没到三级呢。对对对对。哦。您在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工作。哇，八宝山的能有电影制片厂？哎呀，没有那就对了。怎么还对了？你知道这底下坐着哪个是说相声的是吧？啊，人家底下记录呢。记录。这句话值得举报。哟嚯。对不对？他拿一小刀，这句话夸他都刻身上啊！下那么大功夫，就说这意思呗啊！嗯，一说，哎，八宝山电影制片厂，他噔噔噔噔噔出去了。是啊，报告，郭德纲讽刺八宝山电影制片厂。是，人有关部门，人家很正直啊。是，对，滚！哎，对，啊，就省事儿。哦，没有最好。是，于谦老师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四级演员。哎，先这么说着，您已经拍了很多电影作品了。哟，我还有作品，拍了好多戏呢。都什么戏？床上床下，床头床尾啊，床前床后，床塌了，床碎了，愤怒的邻居等等。我有这么多作品了，我有一个汇报去，大快来一个。他走了，别让他走。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了，我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不得不防，你知道吗？啊，啊，说哪儿忘？他从来啊，这是从来啊，从来。我60岁，他64岁，他有一个哪儿来呀？您这哦，您这说大过去了，说过去了啊。就是您这说，我现在有作品，对，是您就很着急，您希望能调一级啊，我要往上走一步。对呀，但是你得有作品呢。嗯，接下来电影厂要投拍一部爱情片啊，爱情片适合我吗？您是男一号。哎呦，有我，男主演，女一号是苍井空。嘿，不，你看，你们觉得好吧？这个已经兴奋的都不行了啊！是，啊，我觉得有他带着我，确实应该不错，是不是啊？如果说您二位拍这个片子能够得奖，嗯，我觉得对您调级是有帮助。那肯定的，是不是？是。于是电影开始了啊！于老师扮演一个大学生。哦，我还是年轻人，大学生，好，很棒。嗯，学校的校长特别喜欢您，喜欢我怎么样？认您当干儿子，我就认他一干爹。您认了一个义父，好啊。副校长也喜欢你，那怎么办呢？你又认了一个义父，俩义父。哎，教学主任也喜欢你，然后你又认了一个义父，就仨义父了。传达室王大爷喜欢你，这个你又认了一个义父。我认这么些义父干嘛呀？学校给您送了块匾，写的是“富可敌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是学校的国民义子干殿下，好家伙，大伙儿的儿子感觉啊，很好。您在这个大学，您学的是按摩专业，啊，我这专业倒是对口。后来快毕业了，送您实习，嗯，到夜店，您、哦、您站在那儿，嗯，那个玩那个电磁炉啊，对，就是电磁炉，那叫什么？烫着我这个，那叫什么？那叫打碟的。你就在那儿天天打碟 啊，打碟呀！我倒不骂娘，我这什么？打碟，在那打碟，对，于是就发现了苍井空女士。哟，她在，女一号来了。呵，四目相对，两个人，你爱她，她爱你，爱情片吗？非常好，是是。后来由于你违反了工作纪律，被夜店开除。哟，我违反什么纪律？因为夜店只允许无上装操作。我呢，连裤衩都脱了。好家伙，我光着跟那打碟呢，我啊，结果把您开除了。是。你横着眼泪，怒气冲冲，一丝不挂，打夜店出来，嗯，你就去青花池了。哎，这还，您这还是连着的，您这玩意儿。突然间发现没有留那个女孩的联系方式，我们断联系了。哎呀，好难过。嗯，后来您又找了一份工作，我上哪儿？在一个杂志社当总编。哟，好啊。它是个跨国企业的分公司。这企业叫什么呀？花花公子。您是分公司。分公司是？花花孙子。哎。我怎么降味儿了？我这重要啊！关键在这儿，您就又遇见了苍井空。你看，这就是缘分吗？哎呦，你看见我，我看见俩很高兴。哦，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求婚，应该的。于是您买了一个钻戒，好，
如果就这么说，我向你求婚，这个、嗯、平淡无奇，不浪漫。您准备给他一个惊喜，我决定。于是买了20斤饼。这饼干什么用啊？哎，这么大吧，大概有这么4-5斤一个。嚯、哦，发面饼那么厚啊！哎，这是把这钻戒就拧到其中一个饼里边。啊，才其中一个饼。饼装麻袋备好了，拉着苍井空两个人春游。啊，出去玩去！天晴水碧，鸟语花香。是，站在山坡上一抖了口袋，漫山遍野都是饼，撒一山头的饼。拿手一指那个啊，苍小姐就跑过去，抓起饼来，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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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就把它吃掉。哦，那个她又去，嗯，简短些说，吃到最后一个饼，嗯，这是钻戒吃出来了。苍井空太背了，最后一个饼才吃出来。于老师，接过钻戒，我要向你求婚。赶紧说，双膝跪地。对，双膝跪地。怎么着？那我要认干妈那是。怎么着？单膝跪地呀、啊哦！单膝跪地、啊，我要向你求婚。是。女方接过戒指来，啊，非常开心的就同意了。哦。于是电影就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这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这个啊啊！你看有这么些粮食了，那准行。我好，这电影苍井空合着就吃饼来了。滴溜啊！于是电影上映了啊哦，很成功。行了。但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厂长很为难。怎么了？他手里有一个3级演员的一个名额，有一指标，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这咱争不过人家。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人力可为。反正就是他决定，他给谁都一样啊，给这给那个没有区别。是是是，这个事情就好弄。哦，他甚至都比不了那个体育和武术的比赛。这怎么说？你看体育比赛其实倒是人力不可为。不可为吗？你看我咱俩比赛，嗯，两个武术家啊，我擅长青龙偃月刀，就耍大刀。您擅长是指甲刀。这嗯，咱们就大战3000回合，我这本用不了3000啊，有一下我就成就碎了就。你看，你看，要不说吗？对吧？啊、就这个你不好来哦，人力不可为。是，咱俩从这比赛跑步，跑到那墙根儿去也行。我跑了47秒，好，你跑了12天。对啊，那是为什么呢？干嘛为什么？那就是轮椅坏了，我这个。嗯，这还为什么跑到那儿我用12天？有的是人力可为，有的是人力不可为啊。啊，你包括今天的演出，嗯，这就是人力不可为。今天这商演，就说咱们啊，在山东有朋友啊，有好哥们儿，但咱也不可能出来就带这么些个亲戚出来呀、啊。这那倒是，咱两家凑好几千亲戚啊，不够再从北京拿车往这儿拉人，就为了看演出，咱疯了是不是？嗯，这么热的天儿，人花这么些钱来看我们、嗯，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是，您给我饭吃，我给您快乐。哎，再次谢谢各位，您破费了啊，来来，谢谢您吧。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那倒是不复杂。俩人站着就说，嗯，但不是那么容易，得下功夫。四门功课叫坑蒙拐骗。我、啊、谁说的？什么？不是说学逗唱。说学逗唱，逗唱对。说，嗯，嘴得干净，是吗？无论坐在哪一个角落，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让人家听得明白，这是功夫啊。嗯、学学说话。学表演、嗯、学唱学方言学动作，对，逗不逗还行啊，嗯，说相声不逗，嗯，我们有一个老前辈当年在赞比亚演出的时候啊，不逗什么的，还捆好了搁在锅里边，要没听别提这个了，成不成、啊、还有这个唱，嗯，唱分两种，哪两种？一种就是本门的唱、哦、一种是学唱，学学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唱这唱那个算学唱，哦，太平歌词是我们本门的唱，哦，这是本功啊，我唱几句、嗯、你们听听啊。好啊，这个太平歌词很简单，一上句一下句，好、嗯、加上拐弯有3句就够了。是啊，会3句就会1万句，但唱好听了不容易、哦、您给学学啊。嗯，你们大伙儿出主意吧，唱一什么呀、啊、单刀会，单刀会，白蛇传，嗯，好啊，波波阵好啊，单刀会啊、嗯，白蛇传，波波阵好、嗯，我只能满足前三位的要求。我给你们唱一个劝人方啊。哎，您这是什么脾气？这是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
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人生再是非容易，那七花清风肉化泥，攒下了金山翠明的鬼，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树木狼林有高有低，在这山上石头多玉石少，世间人多君子稀，阎王爷好比打鱼的汉，他也不定来早与来迟，昨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不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才谋两人的懂，死后活见那板灵席，空着手儿来你就空着手儿去，纵剩下万贯家财拿不低，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交点朋友修点好，听点相声那是赚地。好，这一大段，全人方好听啊啊，大伙儿喜欢听。哎，唱这个我跟你说啊，最难，它没有伴奏，清唱，顶多有时候拿两块小竹板，我们叫玉子，是击节而歌，就打着点板，自个儿打板啊。所以说这个不容易，不容易，都是从小学，哦，也做科，你得有兴趣，嚯、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听这个小曲儿啊、小调啊，就这类东西。您爱这个？我爱这个。我们的邻居老头老太太，我老找他们去，您会唱什么小曲儿？啊，教我一段吧。老头老太太也会这个？有啊，那天津、北京很多那个。得七八十岁往上的来了，老头他会这，是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邻居有一个，姚大爷，老头姓姚，姚大爷啊，我老找他去，他会，姚大爷您教我一段吧，哦，给人家干活，那干什么活？他抽旱烟，哦，那我给他摘那个烟丝儿、烟梗子，对对对，他拿报纸卷，啊，哎，就您抽一颗，抽完了您教我一段吧，套近乎，哎，老头啊，高兴，是是。这还真得赶紧学，你知道吗？怎么样？要不明儿再来吧？好家伙，这眼瞧着就不行，学可得往心里去啊。那倒是啊，因为这个其实你们这个小孩岁数小，学不学你们怕你听不懂，别介，人爱这个，你就教一段屈原，你知道吗？屈原其实不知道、哦、那会儿小是啊，这知道，假装知道，还知道屈原呢、哦、我教你一个五月端阳纪念屈原的小曲儿。哦，跳汨罗江的那个、你快往心里去啊，是是，我教你，你学，你不学以后再找了，不教你了啊！这是传统文化嘛、找什么呢？这是没人啊。哦，啊，没有就好。屈原啊。五月嘛，五月里呀，月儿照花台，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原来是我的情哥来，情哥你走过来呀，啊，情哥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要不你要轻轻地迈，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哎哎哎哎
屈原呢？哪儿有屈原呢？这我听半天也没找着屈原呢。嗯，你这唱的是不错，这给小孩听是不是有点？回家还背呢。哦，还背还唱。是，要不然过两天看见你，他真问你啊。哦，还复刻。唱一遍。哦，你唱不上来，他不教你了。是，还得会。哎，这个唱下来，他高兴了。哦。拿着啤酒，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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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行了，教吧。好家伙，多少上来了？再教你一个啊，中国古代各种女英雄的一个小曲儿。女英雄，哎，你像荀冠娘啊、花木兰呐、啊、梁红玉啊、穆桂英啊、樊梨花呀，是这些个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好，那你要学啊。嗯嗯嗯。